将葡萄酒打开后，大家必定是非常的期待，要如何自在优雅地品味葡萄酒。品酒可以分为观察颜色、轻轻摇晃、分辨酒香、缓慢浅尝以及细细回味五个基本步骤。观察颜色，将酒杯放在白色背景之前，观察葡萄酒的颜色，从颜色中可以得到关于这瓶酒的年龄、葡萄的品种、该酒是否在橡木桶中陈年等。